飞鱼头，还是农场方的虚单牌，手拿了一把满改的 F2000，打的是啾啾无子弹。这把就有意思了，在旅馆里边转悠了一圈，就碰到了几个老鼠，感觉没啥意思，就想着直接撤离了。我直接一个6000召唤术，直接召唤来了两个大六套子，真的是太刺激了。开去咱们俯卧在的仓库里边，直接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过来之后发现里边有好多的声纹，不太确定有多少人，只能搁这边听一听。发现01那边去了一个，我准备直接从缺口这边进。哇操，一地的人机盒，好像就两个玩家声纹，正前方一个，发现外边来声纹了，还是个巡逻队。然后就准备排二楼的点位。这帮小子也是不漏，没有听到动静。还有鸡哥呀，二楼好像没有人，主要房也没有开，把门关了。这帮小子跑哪去了？先排二楼，确定二楼没有人之后，咱们就可以搁二楼待着了。没人，这听到一楼有人进步，地下应该进，地下进步呢。咱不着急，先把主卧房开了。看了一下201那边也是没有动静，这俩小子直接凭空消失了。我进来之后他俩一动不动，估计是两个老鼠。咱们先摸保险，不过来。哎呀，这俩格呀，我擦。哎呀，这一格一格一个两格，我擦。这两个保险很垃圾，直接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发现这边来巡逻队了，清一清。发现下边还有两个，这时候发现那边有人了，漏动静了，再加一下201，但是加不了了，鸡哥过来烦我了，一把狗砸的声音好像是，受不了他，再加一架。201那边确实有个声纹，就在我压子弹的过程中发现一楼有一个 RPK， 直接给鸡哥清了，这个声纹就是他，把门关了。然后咱们压了一下子弹，准备直接过去找他打。过来之后直接来个勾弧定理，这个雷扔的很到位，然后准备直接下一楼。这个雷扔的就很牛逼，不着急漏，直接拿雷拍点，把这些常规点位都排了。点完之后准备直接动手。其实这时候我已经炸死一个了，就在我右手边的桌子上边，我没有看到他，他那个位置很刁钻。我直接拉过来，人呢？慢慢排。排了一圈也是没有发现人，没有听到声纹了。厨房这边没人，就准备直接回来看一下附近，听到了采草声。我操，在外边了，一边腰射直接拿下。你行啊，怎么藏着饿来了呢？然后就是排了下其他的点位，也是没有发现人了，就开始炫包了。这个包我一开始还真是没有发现他的，没想到蹲在这上边了。然后就是点了一下盒，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无甲的 RPK， 装备还算不错。他们这把带的是96背包，足可以都给他们套走。里边是 BP 弹，然后发现二楼过道发现有一个盒子，这边是他们打的一把喷子，他们在我来之前就已经打架了。点完盒子我就溜达，要溜达溜达，看着一个老六，你妈个狗杂搁这边溜着呢，废物，你他妈的狗，小废物，这波但凡我反应慢一点，估计就没了，幸亏直接给他秒掉了。然后就是舔包时间，那四个人，这边是一把狗杂，一个五级甲，摘了个红顶，那把狗杂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用处。就在这时候听到马厩那边响枪了，马狗没办法，不过我不太想去。然后把田面那个包炫了，
这边估计也不是很肥，一个狗杂，一个四级甲，挺不错的装备。就是炫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旅馆附近也是感觉不会来人了，就准备直接去撤离了。我要狗杂回去没有用。交完钱之后，我就准备搁这边架一手，看看有没有老六过来炸我。这时候我就以为没有人了，然后丢个烟雾弹丢着玩儿，没成想一会儿真来俩哥们儿。发现还有26秒，不着急。这时候发现来声纹了，直接捏个手雷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这雷应该炸到了。飞鱼头直接打掉，左边还有一个，看到他了，也是个飞鱼头，六套，直接捏个雷，这个雷很准，直接给他炸死了。溜子看着没？炸死了。就在这时候发现北麦那边响枪了，不知道跟他们是不是一队的，我也是排了一下周围的点位，排了一圈，反正我这边也是没有听到声纹，把包丢了之后就准备直接过去探点，没有发现人，然后就准备回去舔包了，把咱们这边包丢这边，然后拿的东西能够多一点，位置都不太好。这个包的位置还行，还可以舔，果然是个六套子。飞鱼头，妈了个巴子，全都六套，不等大车里点呢，走东西。舔完这一个，因为刚才杀的第二个人，他那个包有点刁钻，哪个位置都可以架得到。我这边也是犹豫了，又看了一下那边烽火台那边，又没有发现人。这包他妈太不好炫了，这个包，这个包是真的不好舔，哪里都可以架得到。看了半天，那边也是没有发现人。他妈死这了，我靠！烟雾弹也没有，我这边也没有烟雾弹了，舔包不太好舔。等一会儿不着急，看看那小子过不过来。妈的，富贵险中求嘛，没看人。等了一会儿也是没发现人，就准备富贵险中求舔一波，有啥算啥了。好，干得漂亮，全六套，好好。六套 H4 飞鱼头，很肥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这时候就研究怎么套包了。六套 H4，你妈的。就在这时候听到楼里边有个声纹，发现来雷了，看到他了，直接百万撤离。让你们看看老鼠打法，大狙啊，是个狙仔，全程进步捏着雷，他这第一个雷扔的很近，炸不到，这第二个雷扔的就正好了，正好扔我脸上，就这么巧。